每日神话，怎样进入真实的祷告？祷告时得有一颗安静在神面前的心，有一颗真诚的心，是和神有真实的交通。祷告不是要你说好听的话来欺哄神，祷告围绕神现在要做成的。愿神多开启光照你，将自己的实际情形与难处带到神面前祷告，包括和神立的心志。祷告不是为了走过程，乃是用一颗真心来寻求神，求神保守你的心，使你的心能够时常安静在神面前，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当中，使你能认识自己，恨恶自己，背叛自己，从而使你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真正成为一个爱神的人。祷告的意义是什么？祷告是人与神配合的一种途径，是人呼求神的一种方式，是人受神灵感动的过程。可以说，没有祷告的人是没灵的死人，说明他无接受神感动的器官。没有祷告就达不到正常的灵生活，更不能跟上圣灵的做工。没有祷告就是与神断绝了关系，不能获得神的称许。作为一个信神的人，祷告越多，即接受神的感动越多，这样的人就越有心智，越能接受神的最新开启。因此，这样的人才能被圣灵尽快的成全。祷告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？人能实行祷告，能明白祷告的意义，但祷告要达到果效却不是简单的事。祷告不是走走形式、走走过程或背背神话，就是说，祷告不是学话，不是模仿。祷告必须得达到心能交给神，与神交心来接受神的感动。祷告要达到好的果效，必须建立在读神话上，在神话里祷告，才能有更多的开启与亮光。一次真实的祷告的表现是，对神所提出的要求有渴慕的心，而且愿意达到，对神所恨恶的也能恨恶，在此基础上加以认识，对神所阐明的真理有认识不模糊。祷告之后有心智，有信心，有认识，有实行的路，这才叫真实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才达到果效了。但祷告必须建立在享受神话，在神话里与神交通的基础上，心能寻求神而安静在神面前，这样的祷告已经进入与神真实交通的地步。